你在录，你在录。Hello。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的耗时费力，然后但同时又可以在30多年间一直延续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工作非常值得被人尊敬。Hey, Dia 是我们的老朋友。And basically a friend.那种全世界做差不多事情人的聚会，你就会因为喜欢他作品，然后想要他来你的国家，然后他就会因为喜欢你的人工作，然后比较相互的朋友。谢谢大家。我们是 Title Folder。那我们想过，除了视觉以外，我们还想再讨论一些什么其他文化相关的，就像他说，比如说在西方文化下怎么样，或者现在现状以及我们之间的区别。现在我们有个 workshop， 是我们那个 workshop 叫中国酷儿美甲之王。就不管是酷儿还是直男直女，大爷大妈，然后都来这里出差。请邀请叶子娜。啊，对，他们刚才来，刚才聊天。我也是七七的，是粉丝。因为你还要拍 sunshine， 所以你对 sunshine 的态度是 ironic 吗？我们马上查。一个事业，是一个独立出版的品牌，是我们出的第一本书，叫做《迷妹》。对，你知道指甲界得到了新的那个竞争对手吗？我刚听说了，所以但是他以前是也买过我的指甲，不然白凹了。对，白凹造型了。我在现场捕捉到了一只艺术家。他专门从上海过来，不知道他消费了几个杯。林哥之前早有做出，这书已经卖完了。畅销书，畅销书，画家。可以介绍一下 Salt 吧？对，诚心的，我很喜欢，我要把这本书摊开来给你看。对，所以这本书是有几种开合方式来看它的。绘画其实都是这些他的照片，这些里面的男性基本上都是他的。很多啊，就是基本的很多都是他的那个乐器。就是问我们说，就是你艺术书有什么是艺术书啊？然后我就总想举陈心怡的例子，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翻看方式，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叙事，而且你就像看双屏幕效应，就是如果书展现场不拍到大瓜等于白来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大瓜的老好使吗？老号是明天才会来。大瓜的创作是关注国际民生，对，就是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忘了我说怎么会有人给你拍张照？就怎么会有人做的那么好还白送？然后这个就是有点疯癫的听，这个听你感受到一种摩肩接踵的感觉。快，一眼专家。专注艺术衍生品创作十四年吧，专注艺术衍生品3-4年，这样差30年。这是个酒壶，休闲娱乐喝一口。我刚才写的全部都是。站这儿特别搭，彩虹。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大楼项目吧。就是最近几年，手机上拍了几百张这个大楼吧。全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吗？对。T-shirt 系列推荐一些我本人是比较喜欢的艺术家和作品吧。就是已经被拆了。就真的是在记录这个城市或者是这个国家的变化。说到这里。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一些事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，就是它充满这种直观的一个气味，但它有没有智慧是什么？这个上面是。
我们其实也不光做书展，也有在说做书了。这个推荐我们这个最新的动是跟那个音乐人有关系吗？三三，对对对，跟两个音乐人他们去到这个就是侗族大歌研究项目，在地做了两张音乐专辑。这张专辑很棒，怎么用当代的电子乐去讲一个传统声音，然后我们就想说用出版物也一定要跟这个音乐的表达是一致的。我觉得独立出版有一个很吸引我在做这件事儿的点，就大家的创作都就是很珍贵的那一段可能都不会被人记住，然后如果不用一个物理形式把它留下来，或者可能有人在记住它分享它，就好像青春的感觉。这个是就看到他们演出说唱那么差还能玩乐队，然后我就玩乐队了，然后后面我就怎么还不出新专辑，特别想让他们看到这个赶紧出新专辑，没了。然后还有像就是鸭架鹅比较早的，就是多亏北京还有招待让大家晚上有地儿去，然后不至于太苦。找着急真能找着急，书展泰达摩斯，然后 Boys Mo 是北京最好看的书店。是一个小城，还有一个买手店，还有一部分是一个小城，然后另外盈利他们买大的然后没书店，书店里没钱，因为这个图书部分我们现在基本是非盈利状态的。就是他们的故事就跟中国的书店恰恰相反，就中国的书店疯狂的开咖啡馆和奶茶店，然后变成了一种连锁的状态，但是 Postbox 是本来是要开书店让大家看好看的书，就结果开成了就是大众点评 number one 的咖啡店，每一天都门庭若客，搞得他们你的摊在哪儿？对呀，出版研究所主要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。这位读英文，然后就是读英文。这个区其实是这次新增的摄影区。假的，这个摊位在这还挺大的。因为我们就是这一次过来就想打造一个就是迷你假的是。所以牙签在这里是做什么？对，这个也是配套书的，可是吃完就要。OK。戴建勇老师，他特别喜欢拍别人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很享受被别人，特别是从背后拍。我觉得他们家的相处方式非常的有意思。摄影师，当然很多是以自己的伴侣作为缪斯来创作，但是就是戴建勇有点极端。我觉得他们把生活的整个的过程，不光是做记录，然后也是一种生活式的表演。他太太就是真的非常的支持他的工作。对对对，他可能会就是夺下你手中的相机，然后对准你的脸。所以我好奇他的相机。然后就是策展人王一璇本人。然后我是尚权，非常高兴大家来 ABC 书展，来戴建勇的这个展览十万个摄影机的。机构去呈现自己的作品，每个人的状态都很好。对，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主人。